来，老姐的弓啊，视网膜帮助调好了，弓瓣呢已经缠好了啊，缠得非常非常的精细啊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哎，咱们给老姐笑一下苗啊，笑一下第一根针十米吧，十米的苗啊。正中啊，非常非常稳定。好，没问题啊，一会儿去户外再测试一下啊。应该是高低正合适了啊。正中靶心啊，没问题了，老铁啊，一会儿去户外测一下远距离啊。老铁的弓，室内给它测试了一下，然后今天咱们到户外来给测试一下啊。距离球6厘米左右，看看几环能够。他去我用的有点大。一发搞定了，蒙得真准啊，蒙得太准了。还有这张弓，这张弓拉距我更不匹配了，身高1米78啊，就这拉距用得太费劲了。还是边上那气球啊，看看几发能搞定了。老低。再来一发，高了，好，搞定啊！